同样升级的还有超女黄英，她是今天中午11:23升的，然后是6斤4两8钱，然后是个儿子。这个喜笑颜开的就是黄英的老公曹帅。2009年参加超级女声的黄英认识了表演嘉宾曹帅，在相识了半年后，两人便开始交往。2014年登记结婚。在知道黄英怀孕之后，两人都打算顺产生下孩子，可惜天不随人愿。但是我们就觉得，我俩一直想提倡去顺产嘛，一直对，对孩子他有个过程嘛，对孩子身体好，而且对，我觉得对妈妈也是一种体验。但是特殊情况呢，不能达到那个做法，所以就没办法才。不过最重要的是母子平安嘛，我们也在这里祝福宝宝健康成长。行了，在线编辑报道。